我的立場是覺得香港電台是極有需要改善，以一個公營電台，一個政府的部門，在不足兩年之間被一個獨立的通訊局認為它有七宗投訴成立，一宗是嚴重警告，三宗是警告，是難以接受。任何我一個政府部門出現這樣的情況都難以接受，所以就是要有一個過程來到去改善。在約章裏面有一個人的角色是叫總編輯 Chief Editor， 我都期望這位總編輯對著這些是報導的事件有一個立場，但我還在等。